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你能帮我完成这件事吗？他们就住在旁边的楼里，小伙娃的还在等他的爸爸回家。白教练也有段时间了，跟着麦克一。你就是那个渡鸦小队的长 Daniel？ 不，别回答我，别回答。所以，爸，我不会哭的。 爸爸说，英雄会笑着面对一切。来这里也有段时间了，跟着麦克医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但想要独当一面，只怕还有很长的时间。随时保持警惕，为了感谢你，那里是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，请一定要接受。 怎么样？不愧是专机木。修建庄园，入。 说过，是这样的，居然还有这两件工具送给你。
北面的林地有很多不错的木材和石材，去练练手吧。河边还散落了一些没有打包的木材和石料，如果有用就拿去吧。 天马上安全起见，今晚就在书上过夜吧。 这就是对了，你会做，听上去似乎不怎么样，但我觉得你是在谦虚。总之，晚饭就交给你了。
胀囊汤。好好吃，你的厨艺比看好 Roman 好太多了。Roman， 好了，这里并不是安全区，别把我当邻居，记得四个小时之后来换我哦。该去换秀妍休息了。